家好，我是穗琪，在即将到来的壬寅虎年，我来给大家送五虎。第一虎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虎虎大睡不失眠。第二虎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胡吃海喝长不胖。第三虎，希望大家的钱包如虎添翼发大财。第四虎，希望大家虎符临门吉星照。最后一虎，希望大家全年虎气十足行大运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虎虎生风，虎年大吉。